经验。基本上我觉得哈，考试考试考试是所大多数人，基因你就没考不出来，底下的你考不出来，最上面的你考不出来，最下面你考试这考试考试那么多种，心理测不一大堆吗？心理测测什么？测人格？那考试程度更细啊。国文、英文、数学各种不同科目，一科就考全部，有可能吗？还慢慢设计试题，设计师来了，不同程度更细啊。不是数学 log 就选加减乘除法到 log 到微积分，你能测吗？越搞越复杂，因为他把测试给加进来了。我们先 hold 这块 ，hold 再回去，因为这是整体的问题。你是说整个都状况？你是说整个要去改革吧？是哪块这样的？我就要修正，要慢慢修正。精英跟我们先找你的重点，你觉得哪一块需要再解决？中间那一块最惨。你觉得台湾体制目前台湾体制政策，你觉得哪一块出了问题？如果你可以，你觉得哪一块最需要最急迫？你觉得可以施以的哪？中间那一块，最急迫，首先当然是把中英独立出来。好，第二个，这样独立，下面也要独立，上面最上为上至以下与不一样，上至下与就好隔开来了。你认为他后来都上面有上面他全部 cover 了吗？现在教育体制上面就有 cover 了吗？一次话 cover 吗？没有，同一个事情 cover 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有没有要不要这样？你觉得？你可能换次。你考试用切割在上面跟下面的吗？可以吗？你上面有上面。现在考联考联考，现在大学联考，大学那样出一个题目，全部出一个题目，你说公平好公平？最上面跟下面你测得出来吗？测不，最下面不用测。能决定他们将来一个小时可能觉得这上面的将来是这样，最下面将来怎么能决定他们将来吗？最上面跟下面能决定他们说将来吗？一个考试，两个考试，能不能解决他以后所有的障碍？所以上面早都是那样了。一个考试，那个大部分都是中大多数中间的吧？没有，是啊，你考试就是他能，他是决定了吗？决定了吗？确定决定，我不能决定哎。态度管理，你是顶尖的，你大概就不会太差嘛。我看台大了，台大哈，如果考试制度啊，国立大学就很难了。国立大学，国立大学它前面台城青教，台湾台城青教来讲，然后是四学校，还有师大吧？台城青教，好，台大、师大、台大、师大。对，然后清大、交大大概这几家，国立前面。讲历史啊，你历史系，台大历史系，师大历史系，还有什么历史系？国立的还是有历史？国立的我不熟。台北的。台北啊，台大、师大之外，台大跟台师大之外，历史系、历史系熟，台大历史系嘛，对，台师大历史两个嘛，好讲这两个，你是东海的，对，东海历史，东海历史也算中间上面的吧，私立上面，好，私立的还有哪些？私立历史系呢？私立的历史系，哎，那东甲好像有，东甲在你们后面吧，在我们后面，好，你排给我，大概看，哦，私立大学哪些？历史系。是演哪些？所以给我五个，就给我五个，三个给我三个。那刚讲的，逢甲的东海有，淡江有，还有两个给我。大概逢甲有，玄奘好像也有。玄奘对。然后还有一些南部我忘了。哦，南部就不讲哈、哦，你说玄奘、逢甲、东海、淡江嘛，就四个很棒啊，好四个，我们现在后四个以前很前面的吧，很前面，玄奘很后面很多吧。对，一点人家不晓得，后面还有更差，六个的很多，好，那已经私学前半部了，东海也很厉害，东海淡江，对，但你跟台大师大比不上。我先讲私立部分，台大师算那台师大先讲，东海淡江啊，还有逢甲，逢甲就差一丁点，是逢甲在后面的，那还有什么？快跑，逢甲东海淡江，那还有玄奘。玄奘逢甲啊，这四个比较大概。玄奘逢甲稍微比东海跟淡江稍后。那东海跟淡江比呢？你这填志愿，你填志愿吗？不填志愿，你把怎么填？两个是东海跟淡江，你填哪个填哪个好？我会填淡，我个人会填淡江，因为我住台北的。是，好，是好。那你怎么不填？你没上。报个，我是推甄，他没有要我。推甄，你靠什么推甄？成绩啊。什么地方？高中成绩。高中成绩还有老师的推荐信。是老师是怎么推荐你？
老师跟你们有什么互动？在学校的时候，就我可能历史成绩比较好，然后分数对我对历史会主动学习，是老师看你的态度。你这有参加什么活动吗？那时年代没有，后来以后可能现在他们下面那几届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吧，是出去考察或者有一些做一些笔录回来，是对，像我们那个年代没有，就只有考试。你那个年代也很近啊，你们毕业没几年，还是那个年代？没有，我离高中年代很久了、欸。哦，是高，那我们高中，你想想看，高中至少比我近啊，18岁，我今年已经快30了，11年前了。那不算长哦，这是。叫我敢不这样查11年前对我来讲是很查的快树也是都快长一朵。那我讲现在这个体质跟你以前树都快长十一朵，现在这个体质跟你那个体质差多少？什么时候改这个体质？我感觉特色入学大概今年才开始。是，你觉得特色现在这个体质不好，跟你以前比较呢？你以前是什么状况？现在特色，你相对你以前什么样的东西？现在特当你各有各的好处。可是我认为说，以前至少你把国家栋梁给独立了出来。是，以前要把国家栋梁独立出来。你到后面，你把国家栋梁编到唐太，那我想了解，应该自己独立出一个特色的东西，我没什么概念。我看我要比较才有概念。独立出一个特色，就是我刚刚讲的。很多事实上特色不是特色，天分有特色跟之前之后是特色，之前我要比较之前，我不晓得之前怎么样。大部分就是之前你跟这种人还跟我还对我落差，我几十年前，你像你才10年呢、欸，对对对，那现在又来又一年才一年十年，不晓得落差上面什么时候改革，我不晓得改革是怎么改，之前怎么改，之后怎么不晓得，我操，我不是说特色，我说先比较。之前都差别，差别什么？你之前都哦，以前精英可以出来，对，然后现在特精英没办法出来，现在特色。虽然没精英，他们把精英给浪费掉了。请问一下，你对现在的体制，像特色这样体制，你了解多少？你才昨天跟他谈而已啊，你有没有了解多少了解？就像特色在讲个特色，你就觉得啊不行，是吗？你对现在，你像现在，现在啊，现在教育体制是特色，有特色的东西，就教育的中心吗？现在教育体制这个中心吗？还是做成配套的。他们讲的是，他们请问一下，你昨天碰到同学是念什么的？念高中体系吗？高职体系吗？啊，还是什么体系？高职体系。他是高二吧？对。他现在有特色。请问他高职一般高中？我现在高中，高中怎么样？综合的，升大学？他升大学的吗？台湾综合高中是少数。你看啊、哦，除了我跟丹弟读了景文，是，而且综合高中一直你是念高中吗？你是念综合高？重高。好。所以我们要修技职课程。是，你是刚接，你昨天接触那位是高职的。对。你之前是综合，你对高职了解有限吧？你对还有多少了解？你看，我还不了解，我要慢慢了解。可以。高，你说、特色，你觉得你关键上，你觉得症结了，你碰到了，你碰到说特色的这样的东西，你这特色的代表所有现在教育界，我现在整个 hold 在把脉。嗯哼。那 hold， 可是他也许。你说你认为它是中心吗？是教这像政策的中心，是高校特色它中心吗？甄选的中心，因为只有特色学校、特色学生可以跨区读书。是，以前你可能书读得好，你就可以从台南、高雄来到台北读书，现在不是，是你只能选高雄读书，除非你有特色，你才能来到台北读书。这某种程度就是对人的限制。是，像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昨天跟杰森谈多久？边坐边谈，大概十几分钟、半个小时都有。这样你就做这样的结论了吗？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在上那个，就是考试范围。对特色。